母恩德太大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。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，照顾婴儿，那个小心谨慎，无微不至啊！从出生大概到三岁，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，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啊，才不至于伤害性命。而父亲，现在这个父亲，做父亲的人，对于子女所尽的责任，不及古人。古人做父亲的，不但是童子要教啊，婴儿要教啊，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，胎教啊，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所以父母恩德之大，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。不知道恩德，不知道报恩，还要加以杀害，这个罪极重啊，多极无间的多大病。